就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 Summer Collection 夏日嘅穿搭啦，同埋咧最近我點樣增加我個人魅力嘅方法。咁大家咧如果有睇開我嘅 vlog 嘅話咧，都會見到我最近咧參加咗一個 Edit 喺韓國嘅 event 啦。咁其實咧佢哋係一個韓國嘅小眾品牌香水嚟嘅。咁今日咧就想用我自己本身嘅個人穿搭啦，再配合埋呢個香水咧，去做一個 lookbook 俾大家睇嘅。咁就順便介紹埋佢哋嘅香水。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真心。講句，我係唔係好用香水嘅人嚟嘅？咁直至到我遇上咗呢一個品牌，點解咧？就因為本身咧，我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我之前養狗，因為我屋企咧有寵物嘅關係啦。其實一啲太刺鼻嘅香水咧，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啦。其實之後咧，我就冇養狗啦，屋企亦都冇寵物啦。咁但係點解冇噴香水呢？就是、因為我是一個長期做運動嘅人啦。咁其實如果你身體入面有一種汗味在。融合埋一啲香水嘅味，其實係十分之難聞嘅。咁所以咧，平時我會用香水嘅，可能喺見朋友啦，又或者一啲特別嘅 event 嗰度咧會用嘅。咁但係咧，係咪去到 daily 日用咧，就真係唔係嘅。因為咧，佢呢個 brand 咧主打係冇酒精啦。第二咧就係佢一個特別嘅專利，係可以令到咧你嘅汗味啦，再加上佢哋嘅香水咧遇到嘅時候咧，佢唔會有一啲咧汗味再夾雜住一啲香水嘅奇怪味啦。反而咧，佢融合咗之後咧，會產生一種好似你自然身體散發出嘅體香一樣。咁所以咧，最近我真係勁熱愛呢一個品牌嘅。雖然咧，佢成立嘅歷史咧唔係話好多年，亦都唔係話源遠流長嘅一個香水 brand 啦。但係我想講咧，佢喺韓國一推出嘅時候咧，只係用咗好似一個星期左右嘅時間咧，已經係攞咗韓國 Olive Young 嘅 Number One 香水專櫃嘅第一名嘅榜首。咁其實我自己如果大家睇開我嘅片嘅話咧，都知道我自己本身唔是一个爱好名牌的人啦，我买衫着衫又或者是我买的家品啦、公仔啦，我都是喜欢一些小众品牌啦。第一咧就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同人撞的，第二就是它咧嗰个价钱咧通常比一些专柜的牌子比较低少少啦，性价比高啦，亦都冇嗰一种大家都用紧嘅俗气的感觉，咁所以都是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最近咧咁中意 Edit 呢一个品牌嘅。呢、這个牌子咧虽然是小众品牌啦，但系系勁多明星同埋 idol 私藏嘅，包括咧係《單身即地獄》嘅宋智雅咧都有提過佢自己好中意呢一個牌子啦。另外咧仲有《Street Woman Fighter》入面嘅羅姐啦，佢亦都講咧係呢一個牌子嘅 fans 之一嚟嘅。今次咧我就想介紹佢哋兩種系列嘅香水啦。咁一種咧就係固體嘅香水，一種咧就叫做淡香精嘅液態香水嚟嘅。而家咧就首先介紹呢個固體嘅香水先。咁其實咧佢同傳統我哋認知嘅香水係有唔同。咁顧名思義啦，佢就係一個固體，擠出嚟咧係好似 hand cream 咁樣嘅。咁其實咧，佢個 selling point 咧就係好方便攜帶啦，特別係好似我呢啲咁大頭蝦嘅人咧，其實你唔記得咗都可以即刻補查翻嘅。咁佢擠出嚟係咁樣啦，有少少透明嘅膏狀啦，咁你就可以搽喺呢一個。手腕的位置啦，搽喺一個鎖骨的位啦，同埋呢一個頸嘅位嘅。咁呢一種嘅固體香水咧，其實佢除咗方便攜帶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嘅好處嘅。咁你搽咗喺你需要嘅位置之後咧，其實你再噴一啲液體嘅香水上去咧，佢可以捕捉到一啲液體香水嘅分子啦，令到佢擴香嘅時間咧增加。咁即係等你呢個香味咧喺你身體入面咧停留更加耐。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咧你原來香水咧都可以 mix and match 嘅，咁你。就可以揀一個你自己中意嘅固體香水啦，咁你就再揀一個其他嘅香水，咁你就可以噴出一個獨一無二你自己中意嘅組合嘅香味啦。第一個想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呢一支，佢叫做420熱戀月下嘅一個味啦。咁聞起上嚟咧，佢係有一種充滿花香再夾雜住少少雲呢喇味嘅。佢俾我嘅感覺咧就係一個好温柔、好斯文嘅女仔身上會散發出嘅一種味，少少初熟嘅少女嘅感覺。
它是散發著淡淡的香氣，但是也不厚重也不濃烈的這種的花香。接著就到2021號熱戀檀香的味道，這個味道其實帶給我一種在森林裡面的感覺，裡面呢其實它就是混合了白檀香和藏紅花香的味道，它呢是帶一點木調。2021給我的感覺呢就像是比較文青文藝少女風格的，散發著一種跟其他品牌不一樣的木調的氣味。下一個呢就是靈蘭313的香味啦，它帶給我的感覺呢是有一點清新清潔有一點草味的香味來的。除了這一種香味之外呢還混合了一點檀香的餘香，所以呢它給我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像很 girlfriendable 和一種清純純潔的味道。最後一個呢就是103叫做熱戀麝香的味道。這個103的固體香水呢是 Red Velvet 出了名穿靚衫的 Silky 在節目裡面呢都提自己有隨身帶著來用的 product 來的，它是帶了少少爽身粉再加少少花香，我自己就覺得103算是最貼近我們本身有的體味，但是這個感覺呢就最自然。在介紹完固體香水之後呢，我今次就用了五套 Summer 的穿搭呢去配合 Eddie 的香水呢去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覺，因為呢香味是很主觀的嘛，所以今次呢就想用我自己的穿搭去呈現這一系列的味道。今次呢還會帶大家一起去宏大的街頭，用這個環境再加上我自己的口述去盡量將這個感覺去呈現給大家看的。我今天就約了朋友出來吃飯，我今天的穿搭是比較色彩豐富，是一個七彩色的格仔背心再加一個鮮藍色的長褲，所以我今天選這個味道就是 Blonde the Room， 給人一種剛剛會面就一種剛剛沖完涼很有這個泡泡浴的感覺，就會給一個很清新和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給對方。就是 daily 穿搭的场景啦，我今次呢就是揀了这个 sandalwood 和它另一个都是木调的 void wood 啦，因为呢我今天穿的衣服呢是比较大自然感觉啦，我的帽呢都是绿色的，所以呢我就揀了一个比较有气质木调有森林的感觉就衬埋我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呢都比较特别一点的嘛，所以我想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独特和有一点文青 feel 的，所以呢我今天就揀了这个，同埋呢我想它的香味呢可以维持得耐啲啦，所以呢我就一 set 咁样一起用啦。就會揀103號 mask 呢個味啦，因為我講過啦，佢係最貼近我哋人體嘅味道。咁就算混合咗汗水咧，都唔會有任何嘅異味出現。咁但係因為做運動嘅話咧，我自己都唔想挖太濃烈嘅香水味，咁所以咧，我今次就淨係用呢一個固體嘅香水啦。今次的香水我就會襯翻粉紅色的主題，我就揀了這個味叫做 Eat the Peach 的。 Eat the Peach 呢它是完全充滿一個土味水蜜桃的感覺，就襯翻我這個粉紅色的主題，遠遠都被人聞到一個有少少果香的感覺。日常如果大家還是學生上學的話，我就會推薦這一套的穿搭有少少粉紅色的感覺，因為韓國現在穿搭的元素真的今個夏季勁興一些鮮色的 items， 所以我就襯了這個
campus look 過嚟嘅，咁就有少少粉紅色啦，再加黑色嘅 cons， 個感覺咧有少少諗翻起當時拍拖，有啲甜蜜，又有少少清潔，咁所以咧就嚟咗呢一個地方去襯呢一套穿搭，再加呢一個香水啦。咁我而家呢一个穿搭咧，就有少少 dating 嘅感觉嘅。咁首先咧，我就着咗一个碎花嘅 one piece 啦。咁嚟嘅地方咧，就系一个公园，咁就有少少同男朋友外出约会嘅感觉。咁所以咧，我就拣呢一个三一三，佢咧系一个铃兰嘅香味啦，有少少清冽，再加少少大自然嘅青草味嘅感觉。咁可能咧，通常 dating 嘅时候咧，男仔都未必好中意一啲超级浓烈嘅香水香味啦。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 look 咧，我就会都系。就咁用翻呢一个固体嘅香水啦，就咁搽翻喺锁骨，再加颈位去衬翻呢一个 dating 嘅 look 嘅。咁我觉得呢一个香味咧系一个约会好好选择嘅香味嚟嘅。佢系带少少花香，再加少少嘅青草味嘅。咁就对比起啱啱森林嗰个味咧，系有少少唔同嘅。森林嗰个味咧系比较偏向木头啦、泥土味嘅感觉会重啲嘅。嗰个咧就比较文青少少。咁呢一个咧就真系比较适合 dating 啦，同埋一个小清新嘅味道。跟住之后系劲。衬我呢一种碎花 one piece 嘅 style 咯，之后咧我就要介绍佢哋嘅淡香精香水，咁呢一个咧就系液态嘅香水，咁佢系一个水性基底嘅，咁你会见到啦，其实咧佢系水油分离嘅，咁用嘅时候咧就记住奥运佢去用啦，咁佢嘅 selling point 咧就系完全冇含酒精嘅，咁所以咧你系孕妇啦，有养宠物啦，又或者本身皮肤比较敏感嘅人士咧都可以用嘅，咁同埋咧佢好嘅好处咧就系平时咧含酒精嘅。香水咧一用咧，你会劲攻鼻噶嘛？咁但系咧呢一个咧系劲自然，咁所以咧你系可以大肆咁样咧用喺你自己的头发啦，又或者系衫上面嘅，咁完全咧都唔会有即系可能损害发质啦，又或者系影响布料嘅问题嘅。第一个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叫做 The First， 咁佢嗰个味道咧闻出嚟系有少少 BB 爽身粉味，再加少少麝香，咁呢一个系俾人一种好放松、好温柔嘅感觉，好舒服，真系好似而家摊咗喺酒店嗰、那个。好軟淋淋嘅床褥上面一樣，呢一個咧佢就叫做 Void Wood 嘅。咁其實咧佢俾我嘅感覺咧係真係成個人入咗一個森林嘅感覺，係令到你好放鬆，係好似攤咗喺一片青草上面嘅感覺。而你擰轉身就會聞到側邊嘅木同埋泥土味，呢一個咧係算我自己最中意嘅味嚟嘅。個感覺係好有大自然，但係又冇嗰種清潔嘅味，反而咧佢有少少花調木調混合埋一齊。嘅感觉，而且佢嘅味道咧系散发出有一种温暖同埋好稳重嘅感觉啦。我觉得咧呢一个味系劲适合行一啲小众路线啦，又或者系文青啦，同埋本身系好有文学修养嘅女仔咧，我觉得好适合用呢一只味嘅。下一个咧就叫做 Eat the Peach， 咁咧顾名思义佢就系一个蜜桃嘅香味啦。佢闻上去咧真系一啲都唔胶，佢系闻咗落去之后咧，你真系似系本身喺个肚入面散发出。嚟嘅香味咧，系想一啖咬落去嘅感觉咯，佢系一啲都唔似 chemical 合成嘅。嘅一啲香味啦，咁所以咧，其實用上去嘅時候咧，佢係帶清新嘅果香啦。如果你係比較中意呢一啲甜甜地嘅感覺啦，咁你就可以揀呢一隻嘅味啦。同埋咧，我覺得佢聞上去咧，佢唔係單純嘅甜味咯，佢仲有帶少少好似生果咁樣嘅少少酸澀味喺入面嘅，唔刺鼻啊，因為我好驚嗰啲咧勁甜勁甜嘅香水，咁所以咧呢一個佢嘅香味係做得超級自然。咁如果你自己真係比較偏向中意甜味系列，嘅香水咧，超級推薦呢一個 Eat the Peach 嘅。下一隻味咧，佢就叫做 Blanc de Boom， 唔知道有冇讀錯啦。咁但係咧，佢俾我嘅感覺咧，就同啱啱 The First 係有少少唔一樣嘅。The First 俾我嘅感覺咧，就似係你洗乾淨咗件衫，你掛完喺度，你聞一聞件衫有陣番鹼味嘅。但係呢一隻嘅味咧，係完全置身於泡泡浴嘅感覺。浸浴嘅時候，你周圍都係圍繞住白色嘅泡沫。
Brook 咁樣嘅感覺啦。咁似係你細個嬰兒會用嘅產品，係一種好純潔、好天真浪漫嘅感覺嘅。最尾一個介紹嘅咧就叫做 Before Sunset， 咁佢嘅味咧就係金桔同埋橙花油嘅混合嘅。我聯想起翻我當時自己一個喺濟州島，自己一個人享受 me time 喺海邊睇住日落黃昏嘅感覺。是屬於一個很 personal、很浪漫、很重自己的一個私人的小時光。我都知道平時大家看我拍的日常片，我穿來穿去都是那幾套衣服，很多人留言就是有說我很想看看你不同的 style， 因為之前在 YouTube 的熒幕出現，我永遠都是用不同的 fashion look 去出現，但是最近就變成一個生活型的 YouTuber， 所以穿來穿去都是那幾套衣服，所以希望今次我的穿搭 video 可以帶了一種新的感覺給大家，也希望大家接收到我去形容這些香水的感覺，再配合我自己挑選的穿搭。記住告訴我在當中裡面你覺得哪一個我形容得最好，以及你最喜歡我哪一套的 style 的。最尾最尾，如果大家對我介紹的 product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下面的 info box 裡面輸入屬於我的 promo code， 可以有9折的優惠的。另外提提大家，他們的優惠是同時可以用這個消費券一起使用的，大家記住不要錯過了。好啦，咁到最尾咧，都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一个嘅分享啦。咁希望我自己真系尽咗100%嘅努力咧，去形容呢一啲香味俾大家嘅，再加埋我自己私心推荐嘅穿搭啦。咁亦都希望大家中意。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就记住 subscribe 我 channel， like 一条片，再 share 埋俾 friend 睇。咁我哋下一条片见，拜。